各位老师、同学们及慈济人者，大家好！感恩大家多容前来，共同为慈济基金会援建的台东县有所提倡，以及解灾兴旺工程上设启用典礼。可说天时地利人和，因缘十分殊胜。慈济的援建因缘，可追溯到921地震。当时地震震毁许多学校的校舍，还发现许多老旧校舍耐震度不足，因年久失修被判为回笼，但碍于经费有限，迟迟无法复建。部分县市因此转向慈济求援。莫拉克风灾后，慈济陆续援建屏东、高雄、台南等地1298户永久住宅，以及学校、儿童中心、教堂等公共设施后，结算下来尚有余款，并获政府同意继续援建屏东、高雄、花莲、台中、苗栗等26所学校老旧校舍的整线工程。慈济援建台东县九所学校，自2015年5月与县府签署援建协议书后，拆除旧校舍，并于2016年2月举办联合动土典礼。重建工程历时近1年2个月，皆已陆续完工使用。在蓝天白云映衬下，从优美的校舍传出朗朗读书声，令人倍感欣慰与感恩。感恩台东县政府的信任与肯定，更要感恩建设阶段在艳阳下或在寒风中奋力建设校园的营造人员、政府单位以及慈济志工。慈济认养台东九所学校，援建朝着防灾减灾的目标，兼顾绿建筑、自然采光、通风、爱护大地的概念，进行规划设计，采用最高安全标准建造校舍主体结构，并纳入各校需求与设施特色，新建筑与旧校舍兼容并蓄，和谐共生，使校园成为在地的重要景观。看着每座校园绿意盎然，无私的校舍呈现一份庄严之美，我们的孩子真有福。国家珍贵的希望在人才，人才的希望在教育，孩子的教育不能等。慈济不仅从重视校舍工程品质，更期待减灾工程尽早完工，让学子拥有安心的学习环境。感恩校长、老师们长期奉献教育，春风化雨，坐育英才子树。一体完成后，美丽的校舍就属于全体师生了。师长们用心培育社会未来的栋梁，凡曾经以爱与汗水灌溉的种苗，必将开满美丽的花朵，结出累累的果实。台湾无以为报，以爱与善为报，实际是汇聚全球爱心与善行的一个团体，爱护台湾社会土地，珍惜台湾人民心中的温厚与善良。正言及全球慈济人，谨以虔诚之心，献上无限的祝福。祈愿学校校誉昌隆，桃李芬芳，学子学业精进，智慧增长。并祝诸位嘉宾时时欢喜自在，日日平安吉祥。台湾国教慈济基金会是正言，2017年5月立下，恭读完毕，感恩。
谢谢郑和上人的祝福，也感谢张翰伦师姐。